唔好嘥大家時間啦。因為我問唔嘥你個時間，我自己去搞咯。咁你 OK fine 唔識咯，你自己做咯 ，create 咯，要。小朋友，但系硬住硬住硬，硬三分钟啊！好似今日系咁啊，硬三分钟，系啊，大镬啦！要跳 K-pop 啊，要点解会咁样？点解要咁样去做咧？上个礼拜点解会拣到 K-pop 咧？上个礼拜叫你拣第二个 partner 啊，不过唔系噶，如果拣中阿 Ken 嗰个空中瑜伽，我觉得仲大镬。其实我做过空中瑜伽噶，即系有一次直播啊，唔系系一次直播做过。我係直情係咧上到去已經係企唔穩啦，唔夠力 core 啦，硬曬咁樣乜動作都做唔到，就跌咗落嚟嘅。咁呢個起碼係接觸個地面，可能好少少。希望啱啱第一次接觸嘅話嚟講啦，阿雕係會喐得到配合到個音樂多啲嘅，唔識跳咯，我係著住條裙喺上面揈嘅咋。嚇！你跳啲咩 K-pop 要著條裙？嗰陣時成班男人話要跳 rap 跳女團啊！咁阿 Keith 咧就需要多啲時間啦。佢喺個左右上面有少少攔住自己啦，同埋個轉圈入邊咧，佢硬係轉完之後唔知道自己去咗邊，個 focus 唔夠肯定。係啊，佢轉完之後就硬係唔知道自己去咗邊，跟住之後再接嗰個菜嗰啲動作嘅時候就接唔到啦。如果佢哋肯練習嘅話咧，我相信佢哋可以完成得到嘅。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要做少少 warm up 先嘅。咁啊，啱啱 back ping 啊嘛，咁啊俾個 back ping。哇，唔係啊，總之唔亂講嘢啊，放出去恭喜你。Two, three, four， 淨係身體入咗。Hey, shoulder。好啦，咁我哋落翻去 combination 啦 ，warm up 完啦，少少 warm up 啫 ，OK？ 好啦，warm up 完，系 warm up 嘅啫。好，两个男仔就型少少啦，男团啦，即系你当插住裤袋咁样，最开头嘅时候就一下望一望出嚟啦 ，five six seven eight 嗰一下就望上 ，seven 望脚 ，shoulder， 我唔记得咗 ，hand 脚手，好嘅，答。手举手 pose 啊，好嘢 ！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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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唔好理啲舞姿先，因为记得步伐先。前面咧头嗰几下咧，一卧高头踢脚呢几下咧，几有气势噶，大家都即系啱啱一开始嘅时候，咦，大家都几齐喎，几有嗰 energy 喎。不过慢慢要记啲多啲 steps 啊，佢哋就开始混乱咗咯。望住自己，小心啦，你啊！转，哎 ，OK，OK，OK， 阿大春嗰啲性交舞我有跳过嘅，嗰阵时大学嘅时候学差惨咁样咯，但系所有嘅同学都觉得我一只蟹。今日我其实好叻噶啦，因为我预期嗰啲自己棘亲自己冇嘅，不过就转极圈都出事。唔係啊，盡咗力噶啦佢，我覺得。做 gym 都未搞掂，仲講話跳舞，你再嚟我丙佢啦。但係如果佢哋肯練習嘅話咧，我相信佢哋可以完成得到嘅。冇乜信心。你哋跳成咁，點樣面對強大嘅參賽者阿 Ken 先？三二一，三二。一好啦，我初初嚟嗰啲學生咧，我諗佢90度已經嗌救命，你係已經即係差唔多160、170度或者180度啦，差唔多伸直你嘅左腳就得啦。嗯，企好係。當你大髀掂到地下，就放鬆呼氣，眼睛望前，推直隻手。哇！阿 Ken 個膊頭真係超吸緊啊！吸啖氣，試下左右兩邊搖擺。中間的過程記住保持呼吸，係而家好吃啦個背脊，吸氣呼，耶、yeah, ！好啦，痛苦的時間又已經過去啦，係啦。
我自己咧喺玩之前咧，我都有個誤會咧，就係高空瑜伽咧係啲好鋸練嘅活動。係啊，即係因為好靚打卡啊嘛。點知原來你試下，如果你真係有興趣，你試下，唔係你想要。空中瑜伽是不论年龄都可以做到的，譬如你说三十零四十岁的男士一般都很普遍，就是很多时候都有试过空中瑜伽的。胸口有少少挺起向前方，肚腩有少少顶出去的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呢就其实他们很用心去做，即是你看他们哇拉到死下死下流晒汗呢，他们都继续去尽力去做好我讲给他们每一个动作咯。那是不是很拉到这个位置和腰？是的，我觉得是容易过上次勾步的位置。是但是危险性是好像高一点。是啊，因为放手就拜拜。是的，即係要要求個 core， 係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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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嘅力量係，尤其是阿 Ken 啦，即係可能佢即係比較係上身係比較緊啲，咁啊做一啲動作嘅時候咧，哇！我都見佢係流曬汗啊，但係佢都係好盡力去做咯。咁啊，當然佢都好想去進步啦，或者拉翻鬆一啲位置啦，覺得緊嘅位置啦。咁原來我哋有啲嘢要已經係。因為你見 Abby 老師每次上堂之前都跟我們拉個膊頭拉得很鬆下，跟住才開始去上堂。其實呢這樣我覺得對於男士來說都不是一樣容易的運動。右腳捉住左部找回個圓錐點，沒錯，第一個圈，跟住再來跌出去，甩個 pat pat 出來，第二個圈来啊，继续啊，继续系啊，系啦，呼气 ，yes， 真系好痛，跟住即刻觉得咧，腹部好舒服，哇，系真系好痛，如果扎到嘅话，如果你柔韧度好似我咁差咧，都可以去试下玩咯，我觉得，因为可以真系可以同我哋平时拉筋系好唔同咯，我个感觉系好新奇。当拉完筋啦，佢哋去做一啲指定动作嘅时候咧，即系虽然咧第一次做一定系有啲痛苦嘅经历噶啦，咁但系咧佢哋都会好尽力去完成成件事咯。咁我觉得好好啊。同埋我哋上去嘅时候都每个动作都系有难度啊，都几有挑战性咯。对于我本身高发人咧，就中意有啲挑战性嘅运动嘅，所以呢个空中瑜伽呢个运动系几唔错。同埋大人細路都啱玩嘅，喺後面掛，喺後面係，係喺後面掛 ，yes， 啱曬，哇，做到，有條真係覺得真係出曬汗，好熱。最後補翻句，輕鬆啦，努力啲啦，你哋兩個大春臨到啊，你哋唔好咁 hea 啦，贏得太輕鬆冇意思噶，完。你知不知道之前那两个月他究竟做过什么事？就是乜叉都没做过，又说要减肥，又说要胜，又说几勤力，又说自己工作很忙啊，劲多藉口一路痛啊，一路痛啊，样样都痛的，他基本上全身都痛的，不用出街啦，不用行街，不用出，即是翻工都应该翻不到的啦，但他又继续翻工。跟着我问他究竟，喂，咁你几时放工？得闲放假可以一起去做下运动啊？跟住唔得，我好捻忙噶，我24/7都要翻工噶，翻咗七日噶。OK。你而家24/7翻工嘛？我就嚟你公司踩你場，你而家放低手頭上所有工作跟我走，好型啊！因為我哋已經同經理夾好咗啦，咁就會同經理講聲，跟住就會立佢走。Good plan， 但我有啲牛底添。已經見到佢咯，咁我個台詞係咪有啲轉變？等佢出翻嚟，跟住然之後走啦，就夾佢，走啦。入號做啦，因為嗰個。哦，好啊。喂，佢走後門啊！屌，兜到捱一圈有乜用啊？揸個 emoji 喺上面。冇啊，冇 emoji 啊！走啦，我哋大春。走啦，行啦，收工啦，你。收工啦你，真心啊，收工啊，走啦。你出糧幾號？係啊。
跟住你成群。今次唔會再俾後門走甩嘅，走啦！我哋收工啦，真心真心收工。咩啊？我抌垃圾俾你哋啦。唔係啊，我哋收工啦，我哋而家俾個選擇你。我收工係我自己選擇嘅。係啊，收工啦。我老闆未，我老闆。你問啦，你而家即刻問啦。冇老闆喺度嘅。你問你經理啊。阿成就係照佢照出糧俾你咯，今日係照出糧俾你啊，坐低。係啊，快啲咋，嚟啊，走啊！好煩啊！呢、這個人成區都成個細路仔，而家叫佢收工又唔收，補埋水俾佢啦，又話聽朝要早起，又係藉口。我講十一點走啦，跟住而家又話打個電話先咯。咁不如唔好做啦，屌唔好玩啦，仆街！男人嚟嘅大佬幾多歲啊？仲喺度成個小朋友玩泥沙咁樣，應承得人做嘢就做啦。我成世人都未試過做呢啲事。好啦，我抵你知唔知啊？嗱，我飯都未食嘅。我哋都未食飯啊？冇錯啊。冇人食過飯。邊度冇人食過飯㗎？全部都係為咗專登係嚟等你嘅。冇錯啊。過去嗰兩句裡面咧，實在太過佛系啦。咁基本上就你話喺數據做人啦。咁跟住，所以咧，我哋不能夠俾佢咁佛系㗎，要喺第三個月咧。要有一個神速的進步，所以 that's why 我哋今日就喺呢度，祝佢去做運動啦，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去唔做運動 ，OK？ 你話咁咧，而家咧，我已經唔撚想講，唔想理佢啦 ，OK？ 而家咧兩樣嘢俾你揀，等下先，而家去片一個嗱，我尋日都有啊，跳繩，我收唔到啊，我仲要你揀，俾你揀一個跑步一個跳繩，你揀乜嘢？食魚蛋粉。二揀一，食魚蛋粉。二揀一，梗係跳繩啦。跳繩 ，OK。跳繩我哋會做先，跟住再跑步。當然啦，我哋呢啲咁撲街嘅製作，當然係梗係由啲咁撲街嘅人講出嚟噶啦。冇錯啊，最終都成功啦 ，Swatty。啊，好乸煩。頭先咧，大春咧就揀咗跳繩先。頭先我就30秒64下，咁你而家3分鐘，你想幾多下？我大概應該30年左右冇跳過啦，機會嚟啦，飛雲，係300下先啦，咁就，哎呀，慢啲，你好趕咩？唔好扮跳啊，整到人啊，9下咋，11，完啦，12，14。112下，3分鐘時間跳咗112下。水，今日冇啊，今日得呢個嘅，今日得呢個。呢個咩嚟㗎？呢個運動飲品嚟啊！你做完運動可以補充翻啲蛋白質，又可以補充翻你失去咗嘅水分。係 BCAA 嚟嘅 ，BCAA。好嘢㗎！放心，我倉內今日帶咗幾罐嚟㗎，你唔夠，你唔夠水就可以飲呢個㗎啦。竟然有 3g， 佢唔系糖嚟啊 ！No sugars， 佢就系有 protein， 有 3g 嘅 protein。谂下你又你自称你寻日操咗3个钟，佢就充翻你需要嘅嘢啦。你饮完呢个 blood orange 之后，咁你另外嗰个活动啊嘛？唔系啊，唔系噶，嗰个啱啱你拣啫嘛，拣咗跳绳啊，跳嚟啦，跳绳先啊嘛。有冇先接咧？有啊！啱啊！跟住我哋就係跑步 ，next one， go go go！ 又扭親只腳添，又係直口，快啲啦！快啲完，快啲收工，快啲食嘢啊！好肚餓啊！未食飯啊，大佬！準備出發。大春喺個上下梯嗰度。翻落嚟未咧？很認真的開始未咧？全世界等你吃飯好不好？我哋出場啦！行啦，小朋友。係咪去上滑梯啊？高高高，我哋跑10個圈。上滑梯啊！嗰度上滑梯嗰度喎。快啲啦！上滑梯啊！你快啲啦！行啦！阿導演蘇花對大春嘅表現如何啊？我撲街啊！要踢先喐嘅，屌！我哋跑最外圍嗰個圈，跑10個圈。咁我哋慢慢跑啦。
而家都只冇得穿过去，系咪咧？哦，系冇得穿嘅。佢虽然开始嘅时候系好嬲猪咁，但系之后佢其实我哋 feel 到系，因为我哋同佢讲，我哋系嚟鼓励你嘅，唔系嚟玩你嘅。一个圈，一个圈，下十个圈。我自己覺得他是一些有頭威無尾勢的人。我們現在做第四個圈，已經在用走路的速度，即他很有決心去衝一下。跑步也是的，如果看回之前我們在公園跑步的時候，他永远是很有决心去冲过一下，但就是个一下一刹那的火花爆了之后就没了，是很难去持之以恒去做下去。爆先爆了十二米就没了。一个运动场有四百米，即是我们跑了个半运动场。哈，人生就總是有很多事你是要 keep 住做下去，不是一下爆了完那就算。現在我們還有八個圈，完了才幫你拉都不好。我們不如快點完，快點收工，快點吃飯，我真的很肚餓啊。我要努力點去包容大春。我沒揸流灘。开心啊！你咪成日都话我啲游人道好似几好嘅，知唔知？点解啊？不过成日腰酸背痛，成日拉啊，都系一件好事啊！伸翻直条腰，深呼吸。你一屈埋个人可以晕噶啦。伸翻直个人，深呼吸。我每一次都有尽力做噶。吃甜嘢啦，等下识我啊？呢个嘢冇糖噶，冇糖咁恐怖。系啊，咩嚟噶？帮你补充体力啊！即系咩嚟噶？食啦！你话俾我知先啦。食啦，有 protein 嘅。唔好同我讲嘢，我有啲想呕。好啦，我唔想你啦。系，其实好多都系做好多我唔擅长嘅嘢。咁本身因为，我的左腳是永久性傷殘的關係，加上右腳是有因為左腳傷殘的關係，搞到我有點依賴了隻右腳，所以就令到有些小長短腳的關係，其實我是很多很多運動都是做不到的。但是呢，因為今次這個節目呢，都是令到我全部都是逼住去咁去做咗出嚟嘅。請問我嘅 character 係咩？你個 character？ 問佢啊！仆街！如果我呢啲都叫仆街，世界上應該冇好人。啊！譬如講第二個月你減咗日 kg， 我當你而家係平台期啊，你有冇逼自己可以燒多5kg 啊？正常都得嘅，我而家咁樣食飯。嗰日我知道，啊你受傷啦，可能都有啲困難啦。有冇人傍住你，點都好過一個人做。咁你單位陪我，大媽陪我啦。唔好再有藉口俾自己咯。有邊一次拍嘢係無即係完整無缺？我覺得可以多翻少少陪跑員同自己個 partner 嘅 chat。你聽到啦？我聽到，跟住陪跑員。我嗰陣時講嘅凌晨六點鐘，我做天氣跑步未達成。嗰啲唔係凌晨。那些是早上那些是清晨。我一开始是满腔热血，想着同个成员会做很多事，但是发觉是有很多困难出来。
我又唔想阿刁特登過，因為佢八點要翻工，我又特登過唔到去，所以其實依家係嗰個交通問題。我有咗個夜晚做，不過有時阿刁咧夜晚佢都收得夜，所以夾唔到，係呢個係難夾。原來唔係咁簡單喎，又就唔到時間啦，我又整親啊，突然之間，跟住去到真係好多埋位，去到要做嘅時候，發覺啊。原來有陣時能力上唔夠，真係唔夠。有陣時冇得逼嘅咁樣。有冇心去改變㗎？你有冇心去翻自己完成你自己嘅目標㗎？咁啊，咁要睇翻佢高成咩先啦。咁最初隔咗贏同輸唔重要，但係輸嘅時候係咪盡咗力係一個問題。咁你冇得大出。呢個真係要。但係你有冇心去令自己改變？首先的改變就是銀包上面的改變，我現在每個月都要給幾百元去過數給間簽。我來說一下，他說他自己這麼努力，這個月第二個月這麼努力，但是才都包給他不甘心的，他其實是想做好的，不過死都不告訴你。我哋三個都有三個唔同嘅 case， 我同阿刁就天各一方，阿 Ken 就自己一個人搞掂，阿 Squatty 就同一嚿嚟咧，同一嚿嚟講嘢。我諗呢個除咗係做運動，我諗亦都係好多去到呢個 age 嘅人嘅煩惱嚟嘅，始終。好，我同阿刁先定目標啦，我哋咧我呢幾日內先有一日去 Eric 度，咁就先處理咗嗰條叫咩話 ？TRX。或者咧，阿刁咧就揾人夜晚過嚟，去我哋嗰度實地視察一下，睇呢個地方可以發揮有啲乜嘢，就做好啊！係啊，四十歲之前啦，你有冇一樣嘢想做到嘅？突然之間問啲咁深嘅問題，我唔知點答。我想喊啊！屌你！因為 OK 講翻先，呢一個月之後你要達成啲乜嘢？有啲咩目標你要完成得到？我希望我仍然生存緊。咁你仍然生存緊，不如你 quit game 啦，唔好再玩落去啦。我知道今天我們來探你，你都肯做啊，好多嘢。咁你而家好啦，就做一個月啦。你希望自己減到幾多斤，再減多幾多少？其實係咪真係要用個數字去綁住？咁你俾一個可能度嘅成果我啦。係啊。係咪一定要輪到咧？我盡咗自己能力就得㗎啦。你盡咗自己能力嘅話，你冇必要再增加落去認真，冇嘥大家時間啦。我的時間是寶貴，你的時間都寶貴啊！所以我問不完你的時間，我自己去搞咯。咁個問題是你而家冇一個可以量度到的目標成果。咁你要量度啲乜嘢先得㗎？咁你究竟想點啫？我瘦到得翻廿磅啦，好唔好啊？我而家問你啊！你要逼我係咁啊！逼我做乜嘢啫？咁你 OK fine 逼咯，你自己做咯 ，quit 咯。咁一路都係自己做嘅啫嘛 ，quit 咯。我冇要求過任何嘢喎。我而家唔係你要求啊，你要。小朋友，四十岁人系咪？接近四十岁啦，仲系咁样咁做做做咁做发脾气，警示作用啊！警示提醒大家。